耶！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今天是1月1号，已经下午2点半了左右。我刚起床。我们今天呢要过去木旋律主讲老师那边去录个音。那因为有这个活动，我就放在这边。对，他是分享按赞，然后他的 IG 可以。来在那边报名啊，然后私密他，跟他约个时间，那录个可能一首歌或2首歌的副歌，对，可以弹吉他、唱歌什么的都可以。好，我今天要去，第一次录音是有点紧张，因为老师很专业，我害怕，一直重复的 replay，就是录不好，然后录到 key 崩。希望不要这样。然后今天要录的歌是萧敬腾的《阿飞的小蝴蝶》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。那希望不要出太多错。应该就到这样。那我们走吧。今天影片可能会比较专业一点，专业，因为专业的不是我，是老师，会比较严肃，有点可怕。昨天早上还去看日出。啊。到哪里去看？虎头杯还是皮？虎头皮药。啊。新化里面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要上去二寮，可是二寮那个票没了，他有管制，不可以上去。师傅，好看啊！你在录哦？对啊，肖根老师要做宣传吗？他是胖子。OK。OK， 对啊。我要开场啊！金龟龟。你说的，你去我听下喂。我不跟你。慢研究，唱好啊。好。直接穿起来，穿电脑。好，可以保留一个字，重来。好来啊、哦！你是我的再出哦。
你是我的小蝴蝶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这次还不错，可是中间不要换气，oh, okay. 就延下去了。对对对，来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好，我说可以了，点燃啊！好，多一句成功了。两句了，赶快！你是我的小蝴蝶，那边，你知道那个蝴都会冲柜逃底哦。蝴蝶，蝴蝶。好嘞。可以为你改编是不是？你这个脏东西，被听到了。为你改编，谁想吃你改编？好，你的美，最后一句啊。浪费你的爱海。你的美，我是不是落掉了？没错啊，那个美让它拖长一点点，好，好，稳稳的，要稳的，好了。也不浪费你的爱海，你的美。哎呦，超级走音了。这个。誓言不浪费你的爱海，你的美。是哟、哦，还不错啊，真的唱的还不错了、啊。就你应该是属于那种有技巧，那也有特色，那声音也有吸引力，只是那个稳定度不够的那一种。就是你抓 key 的速度慢了一点，就是进场的进来的速度慢了一点，就是你要很快的找到那个 key 的音准的慢速度慢了一点，然后稳定度什么尾音啊、字的抖音啊什么的还没有很精准，可是声音是好听的啦。不浪费你的爱海，你的美。谁啊？好听。咦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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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好听的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真的啦，真的。我只要会说出好听啊，就表示是真的还不错。真的不好听，我就不说话。没关系，你下一首歌来的我都不说话。好，开玩笑啦，真的是不错啦。这个声音是。好玩吗？你觉得这样好玩吗？好玩。不错啦，就是第一次紧张一点。对，我已经一直录错。耶，主观老师。Yeah. 最近还有什么活动？还是没了？活动都结束了。那老师这边主要教什么？教吉他，教唱歌，教木箱鼓，教录音，教钢琴，就都有教。对，很全方面。对，对对都可以来玩。木旋律。那老师，我第一次还行。还行啦，还行啦，就啊，这个第一次以第一次来说，成品已经算很及格了。可是效果很好，只做几个。如果打分数的话，第一次这样大概有80分了、啊，就成果是好的，越来越遵守了、啊。你自己唱功要再慢慢练，好，加油一下。好，老师谢谢。读完了，有点累，对，因为读蛮久了，刚刚卡蛮久。来，第一句。
老师真的比较很专业，第一次进算录音室吧，可是虽然只有副歌，可是还是很紧张。幸好这首歌我比较熟一点，熟一点。好，那大家有空也可以来这边，在新室地址我也放在下面，等一下会放，然后说明栏也会放，可以来这边找志昌老师玩，然后或是学东西。那我们今天 vlog 就这样。老师说我还不错，说我这声音还可以，我觉得蛮惊讶的。好，可能今天会比较无聊一点，但是我的体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。赶快报名哦，名额有限。对，大家拜拜。那喜欢我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对，可以订阅我，才可以看到之后更多 vlog。我是卢克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是你的小阿飞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。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